我跟他只有见过两次面，他妈妈都在场，我好意帮他，跟他讲这样，李小姐，对不起啊，我一定要告。他说已经中风，现在把 FB 都交给他儿子，人家就写说是廖某吗？他就讲说，心电感应，我亲爱的感应到了，哎呀，意思就是你猜对了哦。虽然他没有指名道姓是我，但是各位是不是很清楚他在影射我呢？你的网友或许会看到，心里就有数，你讲的是廖俊嘛，哦，但是没有这个事，我帮过他，我没有这个事，我跟他只有见过两次面，他妈妈都在场，我怎么相信他？他说我把他拉到我的公司啊，我的公司底下有守卫呢。啊、怎么把他拉进去呢？我代言的厂商也打电话来，廖大哥到底什么事？所以我本来是要息事宁人，但是我现在不告不行。哦，李小姐，对不起啊，我一定要告。